请风笛让位，带领本场晚宴嘉宾入场。现在风笛乐队的带领下，首先进入会场的是由多伦多警察局42分局杨先生警官率领的警官队伍，欢迎你们。Accompanied by the one ensemble, please join us in welcoming Officer Trevor Chen, Toronto Police 42 Division, led by Constable Yang. 第一批进场的有全体理事会25位常务理事和4位荣誉主席。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礼先生，有请。And also for the honorary chairman, Mr. Wei Chanyu. Next, to the stage, is the 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Association and the Honorary Chairman, the Honorary Honorary Chairman. They are.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副主席陈天才、王清官、朱燕、胡思北、罗志晓斌、王维一、陈图、郭玉明、黄文峰、赵庄明。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常务理事周杰、台员孙晓明、王明丽、梁梅英、赵一航、刘云、徐多维、陈文、高德军、卢瑞忠、沈静元、林信勇。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活动现场，他们为的是联邦政府代表正在旁听政府和公民部的部长王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代表，我们还有来自多伦多市的主席李杰，是多伦多主席。还有彭总省长的代表沈议员，安徽厅丁丹尔巴马龙。好的，那么还有代表东道主城市文山的市长，市长的代表。那么还有联邦国会议员谭峰先生、联邦国会议员马万里先生、联邦国会议员陈胜元先生、联邦国会议员叶嘉莹、联邦国会议员阿里阿扎西，联邦国会议员蔡宝国，请我们的所有嘉宾入场就座。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还会有拍照的环节，现在请所有的嘉宾到自己的座位上就座，谢谢大家。好的，那么好，请我们的各位嘉宾先到自己的座位上就座。好，那么过一会儿的话呢，我们还有特别的环节。那么刚才进场的还包括有多伦多市议员詹嘉礼先生、万女士市议员何福锦先生、万女士市议员杨继清女士、旺市市议员杨世廷女士。好，感谢大家的欢迎。大家晚上好，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十五欢腾啊，特别是咱们这个风笛入场式的这种庄严和热闹，咱们主持人先给大家拜个金猪新年好不好？好，好，行行，你先来。我先来啊。你先来。那听我的，金猪献瑞贺新春，我给大家拜个吉祥如意团圆年。我祝在场的所有女性朋友们珠圆玉润，朱唇皓齿，青春永驻。好，哇，这个太好了，我喜欢。那么到我了，炮竹声声辞旧岁，我给大家拜个平安健康幸福年。我呢祝所有的朋友们诸事顺利，胸有成竹，势如破竹，凡事都能够配齐的配齐小猪。太可爱了。好了，那么到我了啊。那么我在这里知道有一些说粤语的朋友，咁我用广东话同大家拜个年先。喺度恭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豬肉滿堂慶新年，同大家拜一個豬龍入水發財年，最緊要係揾到剩到身體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這真是送走了一拳迎金珠，歡天喜地拜大年！尊敬的各位嘉賓和現場的各位朋友們，親愛的各位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的會員朋友們，大家新年好！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friends, especially the member of CTCC. Welcome to the 16th New Year Gala Inaugural Ceremony. May good health, joy, and fortune find its way to your front door in the year of the pig. Well, in that case, I suggest all of our guests to check your front door when they get home tonight. First thing they should do. Well, you never know what kind of luck is waiting for you, right? Well, as regarding to us, my name's Rain. As one of executive directors of CTCCL, it's my great honor to host tonight's event for all of you with all my partners on stage.我是刘莹，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呢，能和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主持人，特别是啊，我多年的舞台搭档，也是咱们华联总会的老朋友杨毅呢，一起为大家主持今晚的这个盛会。好，亲爱的各位华联总会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是主持人杨毅，非常高兴能够今天再一次和大家在一起欢度佳节。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Tyrone. I'm very honored and very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share the wonderful festivities with all our guests here tonight.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华联总会呢自成立1885年成立，已经越过了34个年头，34年的同舟共济，34年的蓬勃发展。在这里呢，也特别的荣幸代表华联总会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及衷心的感谢。I'm Rebecca Zhou from FM 105.9。好，那么谢谢各位主持人前来助阵我们多伦多华联总会的新春晚宴，最近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咱们多伦多呢，许多的商场啊、超市啊，特别是咱们的丰泰超市啊，特别是丰泰超市，对对对，都装。